请用剪。恭祝我们国中校园昌隆，圆满吉祥。我们同学人才辈出，光耀有福，品德兼优，不必出众。也恭祝所有来宾健康平安，幸福圆满。今天是高兴大家从国中来参加我们学生活动中心落成启用的典礼啊。那各位可以看到这一间这个学生活动中心呢，非常的光亮啊，采取的是绿建筑的。采光非常的好，通风也非常的好，同时呢，能够跟我们校园的绿地来连成一气啊，增加了很多很多活动的空间。那么在这个整个工程的进行当中，大有国核定的补助的经费是大概1600万左右啊，县政府的这个配合款差不多5000万，它的总价差不多是1000倍之一。大家希望的这个规模，总工程的经费就是想完成的总工程的经费，差不多是1700万。然后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北港区的议员哈，那个董总的努力的哈，万进步嘞，那个是建都给建好八万处，好去四百单的那个当下哈，包括那个吴秀英嘛，包括这个啊创港的你们，包括林哲林前议员呐哈，那个啊我们黄胜前黄议员哈。终于把这个数目都凑齐了啊！所以今天这个活动中心能够呈现在大家的面前，其实这个过程当中啊，有经济、经济，然后大家给我们留点账啊，来休息啊，那就加上所有啊，为这个活动中心来催生大家共同努力的各界的贵宾、各界的乡亲，表示由衷的感谢之意。小炸场的共同是参与，是参与。真的是非常感谢，那我们也希望所有学校的师生、同学，大家珍惜这个非常珍贵的资源，大家能够善加利用。